欢迎陈帅！哇！哇！是这种金抓古着，好漂亮！他好嗨哦！他上学是穿这个样子哦。不是，你知道那个海绵宝宝啊，比奇宝每年都要有一个两军的对战，所以他们都会换上那个制服。这你可以跟我们介绍这在什么年代？然后这真的是那个年代的还是什么的吗？你可以介绍。对，这是这年代的，这是一战日本的，真正一战的时候日本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，是去哪买的？日本海军。去哪弄来这一套？这一套呢？这是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古着店买的。这样一套多少钱？连帽子？古董店，因为多少钱？这套差不多30万日币。30万日币耶，10万台币耶。啊，你只有这一套吗？还是你有很多套？我有很多套。真的吗？看一下，博物馆真的吗？它扣子都是一样的，樱花哎哎，真的扣子是樱花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对，这个做的好细。这套衣服的阶级高吗？中小。中校、啊，那会不会就是对越贵的会不会越过越等级越高？对，等级越高。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？比如是日军吗？还或是那个年代吗？就是只要是军服都蛮喜欢的。哦，那你不穿现代的吗？比如现代的军服迷彩？哦，现代的我没有穿迷彩，但是我都穿军官的。哦，他有军官的，他穿军官啦，不能穿那种大头兵。来，唐威。我想问，就是你平常约会会这样穿吗？吓死谁？平常约会会这样穿？哇！对，我约会或逛街都这样穿。真的？我看你女朋友都跟你许愿，女朋友会被吓到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收藏，很厉害哦！来，看收藏，先看。哇塞！现在这个看到的也是，就是真的是古董。哎，啊，你会用麦克风吗？对对对，然后，因为它这里面呢有军人的。这个根本是他的，对，这个是拥有者的名字。哇塞，他叫根本，那个人，对，他已经绣在里面了。你已经做古了吧？我跟你说，看到纳豆穿就觉得有点像暂时停止呼吸的感觉。真的，哇塞，哎，他有威风，搞笑的啊！天哪，这个5分钟都没有起床。好，10月围城，非常好，起码。每一套都好重哎，那这个是英国的军服，英国也有，英国的收日本的，对，我英国的穿这些去，英国跟日本比较。你说你穿这些去约会，对，真的约过会吗？我没有女朋友，现在目前没有。之前有跟女孩子出去，可能会跟女生，但是我不会穿整套，我会穿半套。半套一样的，穿整套就是另外一边就不穿了。这里面哪一个是赛德克巴莱的？哦，这个有出现过在电影啊，真的哈。像我现在身上穿的也有出现过哦，不过只有一点点。我在拿我腰真的闪到了，对啊，这起码好重的哦，这就脏了哇。超重的，这对啊，这哎，为什么它这么重？它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吗？手有灵魂呐，因为它的布料都是羊毛料。熟啦，我刚刚看到他本要拿，说有灵魂，他手就回来了，你知道？够皮，我们就尊重。你穿这件衣服，说真的，有没有比较容易碰到灵异事件？没有哎，你没有梦过他们吗？从来没有啊，从来没有。哦，有奇迹。或者说你穿着穿着就突然就开始会想来了，哪有啊？没有，我刚刚怎么了？上身，拿着奖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嘞，这个嘞，哦，这是美军的，美军比较不一样，对，就是比较现代的。哦，这代现代是比如说跟现在二战以后，二战以后，二战超帅。你家里就是说是父亲有这个兴趣吗？还是没有，是我自己收藏，自己的收藏。所以你有觉得你前世就是军人吗？我同学有说过，有吗？对，我同学有说过，真的、喔。那你们试图去找，比如说，卖鸡蛋，你去关一下落英啊，看是哪一个年代的，哪一军啊，哪一国的？我在国中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埃及人，然后后来高中比较喜欢欧洲人。哦，那现在嘞？现在是日本，是不是？现在是日本跟英国。兴趣不太，对对对，不太一样，就是会一直变。是龟脸要问问题。我想说，你穿着这种上街，应该会被骂的体无完肤吧？有受过批评吗？有人说哦很帅，或者是会嘲笑你一下。
所以你是享受，比如说大家看到你那个惊讶的眼神，还是说你喜欢的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买了以后不一定要放在家里收藏，也可以穿出去。我们看，因为它不但是古着，这两个皮箱，哇塞，这两咖木箱跟皮箱，哎，哇塞，好重，上面也有名字，这边是叫森严年吗？森林的森，因为这个是你今天装这些衣服来的箱子，这个也是去是什么时候的？衣服配一个箱子。这是那个海角七号中校界啊，对呀，一个衣服配一个箱子哦，对，一个衣服配一个箱子，哇，还有帽盒，哪里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说了。